初也是要舞蹈科的、啊。学校就那时候境遇比较高的，像屈中文是不可能啦、啊。哎，什么不可能？我跟你讲啊，高一能进，接动太开始。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嗯、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学校只有一个会跳舞的男生，对不对？对，就是坎旭达啊，就是我们的同学，他后来到了云门舞集去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叫我也选舞蹈科。因为只有你会跳，但是你又跳人家看不见啊，你总不能一直这样跳、啊。但是这个在舞剧里面还是有配角。对对对。我觉得你小时候学舞蹈是很累哦。累，哎，以前我们真的跟他们一样，哎，就是那种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操，哎。你是南洋舞蹈团的吗？南洋的，南洋很有名的，南洋很有名的。不敢打，因为我们是自己脚前，我们没有像拿顶，因为我们不能练跳舞民族舞蹈嘛，所以不能。对对对。我们是耗腿。就耗在那边哦，耗腿就耗在杆子上面。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什么都要很正确哦，然后就这边蹲起蹲起，然后到后来练习是，你就只有直接这样子，然后这边蹲，就可能大概做5分钟10分钟。嗯，对啊，真的很苦啊，要练习。难怪跳舞的腿都是厉害，一边会被逼。不然你真的这样子，屈中文劈啊？不，这劈什么东西啊？单腿劈耶。你舞跳那么好，包伟明是啊？对啊，包伟明是随便都可以劈啊。哦，对，再换腿，换腿，换腿，再换六次，是不是？这么难啊？真的不难吗？这样不难，这一脚是弯的啊。我们那个时代最痛的人就是这个东西。对，真的不叫都不行。对啊，我们第一天来上课被孙鹏他们那一班的张氏孙鹏啊豆子啊把我们叫楼上叫那个高喜力罚站，记不记得？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学校是有学长制的学校啊，看到又要敬礼，懂不懂？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班上那某某某不要把他，因为那是我们的，知道吗？以前有人敢不跟你问好？记忆中还没这个。他那时候这样，我们都站在大门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插一个口袋往上面站着，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很害怕，后面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对不对？走过去说。学长好，嗯，过来，过来，站好，好好干，有没有听到？我们不会亏待你，好好学，啊，就像学长这样跳舞。那我们当然跟学弟学妹是在玩了，玩中不忘了教育他们，要有礼貌哦，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家里，爸妈教育我们要有礼貌哦，对不对？可是你们的感觉让我们都好怕。对呀、啊，不，你们他们那班就比较好一点。对。我们班啊，对，他们班男生会比较好，他们班比较男生比较。我们班女生机车要死，塞机车就是班女生。对，我们来请问一下两位啊，学长学姐，其实现在还能做什么样的表演？宋一鸣还可以倒立吗？哎，我倒立可以啦，但是我们没办法太久了。倒一下，倒一下，行，倒起来给你看。你可以拿空顶，朝我这边，我帮你抓的。不用抓，不用，人家不用的，好不好？哎呦。哎呦，行了嘛，没有嘛，可以啦，这样就。美秀就来翻，美秀来翻跟斗好了。我翻起怎么办？空翻呢？没关系啊，我们会把人打满的。我帮你。我看这样好了，先把花拿下来好了。预备啊！真的，你只要顶那个牌子就好。预备，放了。啊，加油！坏了吗？坏掉了。坏了吧？破了。老师说要赔。坏了！国家的栋梁让你们这样弄啊！如此的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真的摔坏了！刚刚快点，我没玩，不关我的事哎！是校长，还是谢你？这个邱文他不会，你知道吗？不是故意的。好，我们会负责善后，不好意思。这个大概6万多块嘛，哈，因为这特别，因为这都是天珠啊，重不重啊？这是天珠啊，借我看一下。就我只能陪你跪，我没有办法帮你一起赔偿。都是自己做的，那个衣服都是我粘的，都是我自己。人家的心血就给你们这样毁了。跟人家好好道歉，对不起学妹。这样就算了吗？好好讲。老师学艺不精，对不起。哎，真的很贵啊。就跟你讲，这都是天珠，西藏来的。你看你摔掉四颗，他们自己粘的。这个不是亚克力板啊，这个这是水晶面。对，这是这个俄国那边进来的。我跟你讲，你完了。天珠还那个加持过。对，这是他的嫁妆，你听到没有？怎么办？怎么办？爱玩吗？你帮我赔3万嘛。没钱。